来了来了，打给他。你看没看到？我们家像不像大森林公园？有没有觉得空气很清新呢？我现在连走的温度都没有，你看。谁叫你嫁给一个爱素男？你爱素男？那我跟你讲，我们旁边就是大湖公园，就去大湖公园住就好了。欢迎王宗平，来来来来，老来宗平哥，宗平哥。好不好，我跟你讲哈，今天老子就是播出去了啊，对对，带走，对对，带走。上面代志想没有跟浩然说，是这样子的，嗯，我老婆呢这几年因为我迷上了那个园艺嘛，种一点树嘛，一点一树救地球，结果呢她很是应该这么说了，一点一滴救，因为她是一个很爱树的男人，对对，所以简称爱树男。说话好像有点怪怪的，蛮亲切的。所以你要怎么样？有时候我会去逛一些园艺店的时候，他就是很不开心。哎呦，那别人说我到后面了，我要去逛的时候，我都要骗他，用点借口。现在直接打给浩然，我都不能插嘴。OK， 你要一切不要让他知道今天你要做什么带种的事。因为呢，我想要让他一个震撼教育。震撼教育就是呢。有人情人节的时候在家里面放了一屋子的花，有没有？我在我家里面放了一屋子的树，漂亮，放花不稀奇，放树一屋子的树，他看起来之后他就爱上树了。哦，让他一开门之后感觉好像进入森林，他们家里变成一个生态圈了，我们家就变成绿建筑了。现在他们家现在随时 stand by 吧，在那 stand by， 所以我们这个录影现场是很 live 的。哎呦，又打来了嘞！哎，等一下。小高站住一下，你接你接接的接的接的。喂，嘿，喂，你到家门了吗？到家了。那个你待会开门进去哈，你不错，你今天很乖，很听我的话，我给你一口头嘉奖，慰勉一下。那个你待会开门进去的时候要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开门进去，然后看到很开心，你就直接把你的情绪给释放出来。开门会很开心啊，对对对，会走帅哥吧，比那个还开心，好不好？是哦，好啦，我要进去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啊，来了，开了开了，来了来了，打给他。你看没看到？我们家像不像大森林公园？有没有觉得空气很清新呢？哎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夸张哎！你现在马上把它搬走。等一下嘛。你现在马上把它搬走！哎，你说我觉得你真的很夸张哎！你，我跟你讲，我办不到。你现在就搬走，你现在不把花束搬走，那你就搬走。你真的很夸张哎！你前几天还在为了100、200在那边跟我要，我根本一点都没有感动啊。然后你家里是现在弄成这样子，等下你女儿就要放学，请问，你现在你这些东西谁帮你带来的？我就是想要这样子。我们家之前的装潢都是依照你想要的风格。那，我跟你说，你想要 OK， 但是你不要放到家里这样，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生活？你如果不把它搬走，我等下有可能我就会按照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处理这些盆栽了。没有啦，我就拿去送给邻居了。哎，那个花钱的，那个不能送。不是啊，问题是你什么时候买这么多，你都没有跟我讲啊。
然后请问 你出国昨天才回来，我怎么跟你讲？而且我出国回来，你可以传简讯给我，而且你家里放这样子，我们要怎么在家里？我现在连走的门路都没有，你看。谁叫你嫁给一个爱住男？你爱住男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们旁边就是大湖公园，就去大湖公园住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住大湖公园，干嘛住在家里啊？大湖公园多的是树，我喜欢家里有很多树。你喜欢家里有很多树，那我不喜欢家里有。你可以有树，但是不要放在家里客厅嘛。你这样子我们要怎么？而且你买到很夸张了，还有，就这一棵那么大的是什么树啊？我跟你讲，那一棵很厉害，那一棵叫萧楠。那一棵都长到屋顶上了。萧楠树，然后我跟你讲，那一棵呢是很贵的。管它那一棵来做，那一棵做棺木非常的好。这一棵这个树是细的，你要。可以啦，总有一天他可以的，他会长大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联络，你刚刚是谁帮你带来的？前两天谁帮你带来？你现在就联络他，他们把他带走。办不到。你说我就是要把他放在家里面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要把他放在家里面，那 OK 没关系，我就把他通通把他移到后阳台。那你今天回来你就睡在后阳台好了。你出国五天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每一天我很想你的时候，我就买四棵树啊，总共五天二十棵树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身材像树干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的意思。不是啦，啊就是。我跟你讲，老公。你听我讲，我跟你说，我没有不给你买，你可以买，但是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的生活。没有影响到你了，我跟你讲，给我放一个星期就好了，一个星期就好了。这样我在我朋友，一个星期，我在我朋友面前，我以后讲话就大声了，我头就抬得起来了。一个星期就好，你头抬得起来，对。你头现在随时都可以抬起来啊，你头有从来没抬起来过吗？我的朋友说我头一直都放在龟壳里。你在讲什么？我跟你讲啦，你就是你现在买东西回去，你要煮饭煮菜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先煮饭煮菜，我等一下就回去了啦。哦，你等一下回来就给我，请你联络人把他带走，因为你现在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在家里走动，而且小孩等一下放学要吃饭，你这样家里的树我连电视都被挡到了好吗？好了，树也要看电视了。好啦，那你就看树就好了啦。好，然后我一点都没有感动。可以了，我回去处理好不好？你回来搬走 OK。 好，喂，我挂掉你还喂？我就是要这么做，有没有？对，你今天露脸了，哦，不错哦。今天有带，头终于出来了，今天头出来了，没有在龟壳里抬起来了，掉不掉？哈。